哎，轩轩，你们到了是吧？啊，我开过来一下。今天蛮快的了，你们是坐高铁是吧？还是坐汽车？领导，要多喝两姐，再见。好，就出去，姐妹。喝了再出去啊？真的假的哈？真的吗？这么急啊？去外面也热啊？你给我吧。好了，你们就坐下一趟啊。我们先走了。那还要去接一趟，一个车坐不下是吧？好白。买，苦真买。这个这么大的西瓜，轩轩，在床上好不好玩？好玩是吧？还想不想再去？再想想。那你好玩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妈妈，我要跟弟弟玩。啊？我跟弟弟玩。你跟弟弟玩？对。好不子，哈哈。这是什么表情？看一下。你这个是一个网纱，像那个。假发网纱。啊。你滚一个屁！哪里买的嘛？你爸爸买的。我来去他们别的东西借过去的。你是陈婆婆爸吗？管你的不让花钱。我留的就喜欢你的。你要来主动来打招呼。爸爸。老板。这是几点？你给他，你得去。我来，我都快到了。人家小，人家还小，自己聊的。我不接你，我跟你妈说不接你。